位同修，大家好。即好多谢大家咧，今日咁百忙中咧，即系咁仔仔一堂喺度咧，即系嚟睇呢个扶基嘅文化，就系、是、我哋道教嘅系扶基咧，就已经系好耐嘅历史咧。其实已经话唔系话而家呢几廿年嘅啦，已经系其实喺如果一谂到以前嘅咧，就系、是、到呢个南北朝已经有嘅啦。其实已经，但系以前有咧就唔系叫佢扶，又唔系叫扶基嘅。其實很多時候神仙就下凡的，即係而家你哋睇唔到嘅。其實祖師啊，各位先聖都喺度嘅，其實都係你一去到邊度就佢都喺度邊度啫，無處不在嘅，真係。咁到人心開始變壞少少嘅時間咧，跟住咧就係開始咧就啲神仙都見唔到嘅，完全見唔到啦。跟住用另外一個方式就係、是、用扶基嘅基盤啦。啊，咁透過基盤咧去勸化世人嘅，其實最早神仙下凡都係勸化世人嘅，但慢慢慢慢咧，即係開始人心變壞咗啦，咁冇辦法啦，咁跟住啲神仙都已經係唔會再下凡落嚟啦。咁經過無數次嘅咧，咁上天咧就安排，不如睇下邊個可以下凡啦，落嚟可以度下世，即係啲世人啦咁啦，咁咧就。王母娘娘啊，咁啊，佢哋一班咁嘅先圣咧，就推举咗咧，就系女祖恩师嘅，因为佢话女祖恩师咧就系屡次咧下凡咧都收翻好多弟子翻上去嘅，咁呢个就非常之好嘅，咁嘅见证嘅，佢话，所以咧就系女祖咧麻烦咧再落多一次啦，咁所以咧就落咗嚟咧就已经系咁耐咧，佢个金身咧就依然都喺上高，你即系佢已经系。一个大罗金仙嚟噶啦，即系喺如果喺佛家里边正式已经系成佛嘅成仙噶啦，已经系佢。不过咧，佢就即系话曾经咧，佢钟离太傅问佢，佢话你学道成功之后，你有咩抱负啊？咁跟住女祖就讲啦，我个志咧就唔同你啊，师傅，我要比你仲要大嘅，我要道尽世间人咧，我先去做神仙嘅，如果唔系我唔做嘅。所以咧喺呢千百年嚟咧，佢都系一樣喺雲頭咧周圍走，邊度有基本放喺度咧，邊度想請咧，咁啊祖師都會到嘅。所以啊，道盡凡夫苦嘅，一定係喺我哋世人咧，我哋往往咧，我哋就唔知道祖師一片苦心嘅。如果講起上嚟咧，即係喺呢個即係打仗之後咧，好多咧喺上高大陸落嚟嘅咧，嗰啲道壇都冇曬啦，上高一落嚟。多數咧，香港點咁多女祖嘅壇咧，就係、是、女祖當年咧，即係好多個壇開咗喺度咧，都係夠細嘅。當時佢睇醫生冇得睇嘅，咁唯有係嗰啲藥方啊、嗰啲仙方啊嗰啲好多嘅。所以你見到咧喺香港裏邊咧咁多都係啲女祖嘅，全部都供好多都供奉女祖嘅。咁佛家都冇辦法嘅，佛家都要逼住要還俗嘅喎。咁所以咧。喺女祖嗰度咧，佢當年咧就好犀利嘅，好多嗰啲舊樓啊，好多都仲有。因我相信香港都仲有成千幾間啲舊樓嚟嘅，都係供奉嘅女祖啊咁嘅。咁咧今日咧，我哋就係咧講文化咧，即係我亦唔敢講點樣講呢啲咁嘅，因為冇得講嘅呢樣嘢，啲文化裏邊咧，因為好耐嘅歷史嘅，各個朝代都有唔同嘅變化嘅。如果我哋講咧，就好似即係好似有啲驚，有啲即係得罪咗啲前人，所以咧都係唔好講住呢樣嘢。最緊要咧就係介紹咧，今日咧就係阿法語出嚟先。法語就係呢一個就係我個女嚟嘅，嗰個就係。大家好。咁就至少向我記得咧，佢七歲嗰時咧，佢就已經係得到太上道祖啦。咁啊翻嚟咧就傳法俾佢嘅，佢翻嚟。突然間佢寫到好多咧，就開天闢地啊，畫咗好多畫出嚟喎，真係奇怪喎，咁就不過而家啲畫都唔知去曬邊度，而家就係、是、一半碌就唔知去曬邊度，已經揾唔翻，我又認真可惜。我記得當時佢攞啲紙嚟啊，就咁攞啲紙嚟，跟住攞筆墨咁樣俾佢，咁啊寫，咁啊寫，跟住畫下啲山啊，畫下啲城啊，畫以前古代嗰啲即係。而家肯定都唔同曬，嗰啲山嗰啲都唔知邊只山嚟嘅，但係佢都有個名字寫住喺度嘅，不過而家都唔見曬，而家都啊
咁咧好多嘢嘅，即係畫咗出嚟嗰時候，就即係喺佢細個時候，我記得講咗好多嘢嘅。但係佢都細個都唔識咁啊，咁唔識就冇辦法。咁跟住讀中學，讀完中學之後咧，跟住咧佢又出去做，係咁樣做下嘢，跟住都係冇咩好做用啊！嚟我喺度幫手，我彈堂啱啱我喺度幫手需要咁，做下啲文書咁做做下，咁佢咪就係喺度做下做下，就接續翻佢扶機嗰樣嘢。咁佢點解會繼續扶機啊扶到咧？咁佢有一日佢行出去做師嗰度，望下做師，突然間咧心血來潮，眼淚都飆曬出嚟，跟住咪就係開始咗佢履行佢嘅扶機嗰個職責啦，就係、是、咁樣嘅啫嚇嚇。咁到后来咧，跟住咧就一路喺坛嗰度咧，就系普救咯，扶机咯吓，就系、是、咁样啦吓。咁我哋每个星期就系两日嘅吓，简短咁详述咁咧嚟讲下嘅啫。咁如果你讲就你讲啦，呢样嘢就请阿法义再讲啦，补充下少少。系。咁啊，大家好，咁感恩师傅，感恩讲堂，咁大家嚟到今日结缘，咁啊都好开心。我咧就都系平时都系喺坛堂咧，就毕咗业之后就系、是、近呢几年咧都系喺坛堂里面学习，咁啊感恩先圣嘅护持啦，咁啊学习咁样。咁啊我自己都冇乜喺在外有做过呢方面嘅扶机咁样对外嘅，一般就系喺坛内嘅，所以今日都系第一次，咁啊大家咧都系结缘咁样。咁我哋坛堂嘅基期啊，系咪啊？就我哋系星期二咧，就夜晚六点至八点，咁啊星期六就三点至五点嘅，咁啊有两日就对外嘅基期就系可以扶机问事，即系线上嚟咧就可以预约，咁就可以问事嘅咁样啦。咁样咧就时间咧今日咧就非常之系紧张嘅，咁咧就不如咧请法语咧就睇下吕祖恩师或者睇。哪位先生呢，即是下凡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嘢。好。那在基本上讲的都是。好。先在基本上先。那现在就用个沙盘就开先的。那在开机前呢，我们希望呢我们都要念一念吕祖恩师的祷告的。好，那我们是都恭请纯阳吕祖先师临坛的。那请大家起立。是。那我们念诵吕祖先师祷告，咁大家一齐同我哋一齐念就得噶啦。好，我哋恭诵吕祖先师祷告：自心归命礼，欲清内相金阙选仙，化身为三教之师，掌法判五雷之令，王良梦觉，忘世上之功名。宝剑光腾，扫人间之妖怪；四生六道，有感必呼；三界十方，无求不应；黄谷溪头留圣迹，玉清殿内炼丹砂；全知象于山崖，显仙踪于古洞；剪发门之香火，为后自知梯行；大圣大慈，大仁大孝，开山启教，灵应祖师；天雷上上，灵宝真人，纯阳演正，景化夫有帝君；三曹主宰，兴行妙道天尊。好，咁我哋都向住前边啦，我哋行三个三叩礼啦，咁前边都有吕祖先师嘅灵像喺度嘅，咁我哋行躬行三叩礼，一叩手，再叩手，三叩手，好，大家可以请坐。梵音碎语到天明，
罩使人间一静地。十方贤士聚一堂，回家路上力艰辛，道非远人近在目，人能知道不枉行，可喜欢欣来问道，谈完论道先谈心，一心一意无他想，守得自性贤灵台，养得性命乾坤转，九转还丹免轮回，天地只是云中隔，圆空万象也等闲，女儿众生苦流浪，娘家紫尺何日归，良智若见速回心，来到华堂道有缘，各位咁刚才法语开咗呢度好十八句嘅呢度，咁句句都即系透人心远嘅，咁祖师都系劝勉我哋嘅，咁大家睇得清唔清楚咧？呢度就系好好似支笔浅啲嘅，系咪支笔？見到法語在度開機咧，你即係你哋冇睇到個基本，因為佢一路係咁畫緊個圈圈啊，一路咁即係畫兩圓出嚟嘅咁。其實一個無極再生太極嘅，其實都係咁嘅道理嚟嘅。喺無極裏邊生有太極，你大家都學過曬，尤其喺華語講堂呢度，大家都聽到熟曬㗎啦，已經係啊。咁我哋就唔需要喺度解釋，因為我哋壇堂咧，我哋通常都一定要學扶機，都係要學要畫到個無極出嚟先得。無極裏邊產生咗。有这个两仪就有文字显现出来的，他自己看看怎么收到的，这件事就是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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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梵音水雨到天明，闹市人间一静地，十方言事聚一堂，回家路上力艰辛，道非远人近在目，人能知道不枉行，可喜欢欣来问道，谈缘论道先谈心，一心一意无他想，守得自性现灵台，养得性命乾坤转，九转还丹免轮回，天地只是云中隔，圆空万丈也等闲，女儿众生苦流浪，良家子赤何日归，良智若见速回心，来到华堂道有缘。即是大家都是有缘人了，今天解释一下，看看可不可以解释到，其实看来又不是很深，咁你就梵音碎语到天明，所以有时咧，我哋或者讲嘢啊，唱下歌啊，或者念下经啊，咁啊好快脆就已经又过咗去，又咁快就可以一噶啦，时间好快脆过去嘅。闹市人间一静地，其实咧要揾一个静地咧，其实都系好难嘅。咁今日大家坐埋一齐咧，这个都系一个静地嚟嘅，这个都系一个系修炼嘅地方嚟，可以修心养性嘅地方嚟噶。是我们的入门修道的地方来的。十方言事聚一堂，就是我们大家呢在来自不同的地方，各个来到这里聚埋一堂，非常之有缘的。这里回家路上力艰辛，如果讲到要回家的路上力艰辛，其实呢这个呢应该就是讲我们上回上高天呢，应该都是这条路都是很长远，也是很艰辛的，经过人生的一个苦难，很多很多很多的苦难辛酸才可以去翻都翻上去，但很容易呢在尘世间呢被闹市呢就拖累了，我们就翻不到翻上去的了。咁道非远人近在目，道其实就唔远嘅，其实我哋成日都唔会亲近嘅啫，其实就道就系冇系，所以道非道，道唔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都系咁嘅意思。其实唔会系难解释嘅。呢个道非远人近在目，就其实就希望我哋大家咧能够咧去接近下呢个道，系道就喺目前嚟嘅啫。人能知道不枉行，如果我哋明白咗道系点样嘅咧，咁我哋呢个几十年嘅光景咧就唔怕咁行嘅，唔会一窝冤枉咗咁行嘅。咁希望我哋能够明白道嗰个知识，可喜欢因求问道咧。咁今日既然大家咁有缘喺度咧，咁欢欢欣欣咁咧，都系嚟咧，希望睇到祖师嘅开示，咁希望咧日后咧多啲人去问道，去揾翻自己个真我出嚟咯。这个就系、是、啊，谈缘论道先谈心啦。其实讲嚟讲去之后，先要讲下自己个心先。如果心一心向往嘅咧，希望唔做轮回嘅种子咧，应该系可以系可以得嘅。呢样嘢就系、是、都系睇个心嘅啫，都系一心一意无他想，都系我哋唔好谂咁多其他嘅嘢啦吓。道就系好简单嘅，唔好复杂化佢。最紧要就系、是。守得自性现灵台，将我哋个性灵咧能够守住咧，系啦，一心向往行呢个道咧，我哋嘅灵台，我哋嘅灵光嘅自然嘅个灵位就自长噶啦。养得性命乾坤转啦，咁我哋希望能够我哋性命双修嘅呢个乾坤转咧，都系讲我哋道家讲我哋个内丹噶啦。如果讲要炼丹嘅，咁通常而家啲人好多人都赖住气功啊，我哋练气功啊，练气功其实同丹系两回事嚟嘅。咁希望我哋能够明白呢样嘢，所以九转还丹免轮回啦。如果真系练到呢个丹咧，就梗系可以唔使轮回做种子啦。呢个轮回种子啦，一定系上翻天上高噶啦。天地只是云中隔，就好近嘅啫嘛。神仙下凡都一阵就到噶啦。我哋唔使话坐火箭上到去火星又点点点啊咁。其实好快脆，神仙就落咗嚟嘅，已经系。悬空万丈也等闲，咁你哇，要咁高咁高，悬空万丈也等闲。这个好湿碎，只要你肯收，就好快脆上翻去嘅咧，系一团气嚟嘅啫嘛。啊，咁啊。
女儿众生苦流浪，咁可能早先睇我哋今日即系咪啲女士多啲讲女儿又唔讲话我哋嗰啲儿子啊，可能真系女士多啲，睇落好似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早先希望咧就女士都要系要修行嘅啊，就唔好喺度即系喺凡世间度流荡啊喺度啊，真系要揾到一个真我出嚟先得。娘家紫尺何日归啊？就好近嘅啫，好近嘅啫。咁你几时先翻翻嚟啊？咁啊话明天地都好近嘅啫嘛。其实就咁呢样嘢唔系祖师啊，或者叫你听日翻翻嚟，其实要修行，要攞翻啲功果翻去，要孭住翻去嘅要啊。良字若见速回心啊！个良字咧，如果你即系女性咧，你见到咧就快啲回心转意啊，快谂下点样翻上去咧，即系咁样啦。来到华堂就道有缘，你今日嚟到呢个咧华玉讲堂咧就非常之好啦。咁祖师希望能够度到有缘嘅人嘅啊，所以祖师话咧度尽世间人就系咁解啦啊。佢度唔尽佢都唔翻上去做神仙嘅，所以我哋希望睇出呢个老人家一片苦心啦，希望我哋能够咧就真系有一个修行嘅心就得噶啦。好，咁其次咧，咁我哋咧就呢一段经文可以拆咗嘅啦，系咪啊？一个辅导人系嘛，系啊。如果再你睇到，系呢度咧就我哋都知道，即系睇到呢度嘅，但系睇有冇人有咁嘅慧眼啊嘛，就系要。讲到呢边咧，应该就系搞啲原理啊，就睇唔睇得清楚呢度。通常我哋都会有呢啲咁嘅嘢写到出嚟嘅，系啊，所以咧就唔系咁容易写到出嚟嘅。咁我哋既然知道咧，咁我哋希望咧，祖师又好，九天玄女娘娘都咧，就俾啲灵位大家咧，希望咧就大家都系可以睇到。头先嗰位师兄就非常之谨慎睇得到，睇唔到就算噶，有次啲嘢都都可以拆咗啦。